嗨，各位同学好，我是钟彤老师，德飞老师。今天还是一样，进入到我们自然拼读以及国际音标的一个进阶逻辑循环的课程哦。啊，在上一堂课我们教了 ang， 发音为 ang， 我们教到的生词有 change, range, strange。好，我们上就要这三个生词哦。那还是一样进入到我们的 A E I O U 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逻辑顺序哦。那在老师写的书籍中哦，我们可以去找一下哦。上一堂课教的是 A N G，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 E N G 这一组韵音。好，我们在寻找的时候可以发现找不到哦，所以说可以在 E N G 这边是没有。那我们再看看 I N G， 在 I N G 这个地方还是一样哦，我们又找到了生词，又找到生词了哦。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ing 它是念 inch， 那生词有 bench, crunch, fringe, hinge, tinge， 再一遍哦 inch，hip， 有 inch， 那生词有 bench, crunch, fringe, hinge, tinge。 好，那首先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我们把我们的合音改成 I， 合音改成 I， nucleus 改成 I。 好，在这个地方哦，同学们就开始出现一个问题了。在上堂课我们教了 ang 的时候，它念 ang，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inge 的时候，它又念什么 inch。 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音标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音标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出现了两个符号，先念 n 再念 j， 先念 n 再念 j， ng，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的时候我们在 nge 这一组韵音的时候，它在判断的时候是很复杂的有的时候它会念 close， 有的时候它会念 open， 所以这老在教自然拼读的时候就有跟同学们讲过自然拼读并不是万能的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看看音标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发音，所以在 ing 的时候，我们反而又跳回到母我们讲的元辅辅一的这个短元音的念法。元辅辅一的时候通常是短元音，可是在 ang 的时候是念长元音，所以这时候我们再把的记忆再恢复一下，元辅辅一短元音 inch。 那我们配合的生词有第一个生词我们来看是 onset， 我们找用 be， 自然拼读中我们念 b。 好，那注意自然拼读跟国际音标稍微有点不同b。 bench。 再来第二个我们 cr， 注意老师讲过 c 配上 approximate r， 配上这个静音 r， cr。Cringe， 然后我们看 FR，F 配上 approximate R，F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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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ge，Fringe，Fringe， Edge，Hinge，Hinge，Hinge， 最后一个我们用 T， 我们用什么？Tinge， 再一遍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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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ge，Binge，Binge， CR，Cr，Cr，Cringe，Cringe，Cringe， FR，Fr，Fr，Fringe，Fringe，Fringe， Edge，Hinge, T, Tinge。 还是一样这一堂课我们在教的是什么？元辅辅一 ，ing 念短元音 ，inch。 最后一遍Bench, Cringe, Fringe, Hinge,
hinge, tinge, tinge, tinge。以上就今天的课程，同学们还是一样，如果喜欢老师这边带给你的自然拼读以及国际音标的进阶循环的一个逻辑循环啊的课程，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在老师的影片后方帮老师按个赞，做个分享，老师会感到非常感谢。同样的，如果今天想做个功课，你可以查查这今天教到这五个生词是什么意思，也欢迎在老师的影片后方留言板把生词意思写出来，老师看到也会帮你按个赞，做个分享。以上就今天教学，谢谢大家收看。